比如这个落发的区域已经看不到一根头发了，就是光秃秃的一片了，那你就不要去费心去找别的方法，就直接植发了，别人吃药了擦药是没有用的，对，因为几乎可以说这边的头发大部分都死掉了，大部分都萎缩掉了，因为有点像是假设你看到的是一片沙漠，你可以想见沙漠的底下土壤底下是没有种子的，所以你在 上面再怎么浇水再怎么施肥是长不出树来的，你只有一个办法，就从别的地方有森林的地方把树木移植过来种进去，对，才会有变成绿洲这样，所以你就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就是植发的概念，对，如果你是看到一片沙漠那就是植发了，直接不用想别的，对，那如果你还是看到一些哎稀稀疏疏的一些比如说是比较不健康的头发很细啊，或者毛、哦、很多还不少、哦、可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话，那可能还可以考虑先不用植发，对，可以做这样的区隔。